所以我一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就觉得整个愣住了，这样就觉得说，哇，这也太熟悉了吧！我已经来过这边了。到了西双版纳的告庄，这边现在的气温是38度，非常的炎热。网上呢有说，在外面种植那个玉米啊，因为高达到40度，玉米都变成爆米花了，非常有趣。这边的建筑呢蛮酷的，因为它这边统称都用寨，用以寨来做区域的一个名词这样子。然后我现在要走去告庄的有一个寺庙，蛮大的，去看一下。我现在来到西双版纳的大金塔下面，这边有两条龙，然后这两条龙的外侧街道还有大象，我觉得跟泰国蛮相似。这个龙的上面都会有贴反光玻璃的鳞片。其实我刚刚来到这边的下面的时候，我非常的熟悉感，因为我在梦里有梦过，我有在用竹子要贴这个鳞片，整个街道场景我都完全有印象。所以我一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就觉得整个愣住了，这样就觉得说，哇，这也太熟悉了吧！我已经来过这边了。刚刚一站在那边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就非常的震撼掉。现在遇到了我的最大的天敌，就是这个，不是蝎子，是毛蜘蛛。